你唔好笑啊！快快快，大喇晒咩？最憎你咪做弟，我做速递噶，老豆。 龙哥，我谂过啦，我唔应该给爸爸，明天卖掉他，我嚟香港，去体验生活。我都想体验下生活，不如交换啦。有时候，我忘记了，不要当谁的儿子，我要靠自己。听日我同苏苏去赖桃吗？去唔去？你为体验生活，坐公交车。 我要投诉，请你填张表格预约。我要即刻投诉，请你即刻填张表格预约。卖家咧已经喺合约上面签咗名噶啦，连同一两个锁匙，你哋查收啦。 徐生，叫子聪得啦。哇，仲开工啊？你买咗我等楼噶噃，咁好住啊？几好啊？使唔使睇楼啊？啊，啱晒，啊，亿零亿house， 我梗系有啦，都系咁做啫，尽做。有冇听人讲过咩？当年有人同我讲，你而家冇，将来会有。投资财富即系投资幸福。真嘅？你教你啲人。 就只系敏感。你又知，你又细佬咩？你40岁，俾人炒咗，而家个市好难揾工，你冇其他一技之长，仲同人孭住一层你供唔起嘅楼。而家楼市咁静，你想卖咗佢都唔得。系啊。 我而家正式向你宣布，每日早上9点钟要将间屋还原到完全冇人住过嘅光鲜状态。如果间屋卖唔出，我哋就坐艇，一世对住笃口笃鼻。唔好当呢度系自己屋企得噶啦，保持整洁，OK？ 好易啫。其实你都唔使咁介意婚姻失败，婚姻失败正常啊。我教你啊。 婚姻失败是常识，白头到老是神迹。即系你都整到咁靓，咁等于睇啊！咁等于睇啊！